人机信我三本房雷龙阵，有本事来拿捏我三本房雷龙阵，你要笑死我，这种小学生我必须直接去拿捏他。这边也是直接搜索他的标签，不是嗨嗨的水晶刚什么意思，可恶的小卡拉，你竟然敢黑我家嗨嗨，我必须拿捏你。直接进去部落什么意思，一进来就叫我人机心，什么叫有本事只放一条雷龙，我堂堂十六本大佬需要下第二个兵吗？我满级雷龙5500生命值，秒伤420，拿捏你小卡拉，你三本如喝水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老爷真有什么实力，还只能从大本左边放，是真多。行，满足你，我都忍不住拿捏你这个徐庶的肉坤气了。什么意思，还叫我人机心，给我等着，直接造一条雷龙，直接猛攻。什么老爷阵摆得这么开，我雷龙伤害那么高，肯定能三星这个小卡拉你。直接放出雷龙坐等三星。没事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机会三星。不是什么情况，怎么时间不够了，完了出事了。 OK 啊，也是极限三星拿捏三本房雷龙阵，直接拿下人机阵。什么意思，竟然说我玩不起，气死我了，咱就是说三为三吧。可恶的老爷徐庶肉坤气，竟然敢踢我，气死我了，给我等着。